记者陈立言综合报道。集结飞上天空的轮胎，小偷家族。人气男星美熊克哉，疯狂假面，变态危机女星百合杀，以及1980年代日活罗曼情欲人气女星四岛真宫之女航平爱家主演的情欲片《请做我的主人》，激情尺度之逼格雷的50道阴影，《请做我的主人》是有日本情色女王之称的女星谭蜜所主演的超尺度话题之作《请做我的奴隶》系列的最新作品。电影由猫式电影版编剧、曾执导 AV 偶像、月月交叉点等片的日本情欲名导成定秀夫操刀，首次主演电影的航平爱家大胆全裸上阵，演绎禁忌话题《请做我的主人》。故事描述年轻的人妻明乃航平爱家是，虽然聪明又保守，但同时又散发出妖艳的气息。任职于广告设计公司的幕黑美熊克哉是，即使有婚约在身，仍和充满魅力的明乃不断的幽会。某日，身为某广告代理店部长的客户赖伟前来拜访幕黑，原来赖伟就是明乃的丈夫。赖伟告诉幕黑，倘若不想因不伦恋而失去社会地位，就继续和明乃来往，并好好的调教他。幕黑虽然不明就里，但仍照住赖伟的话调教住明乃。该片将于10月19日在台上映，航平爱家首次主演电影大胆全裸上阵。车库娱乐提供，航平爱家首次主演电影大胆全裸上阵。车库娱乐提供。